好厉害了，竟然哎，马路上有马，而且很奇怪，竟然是机车在遛马。这是呢，高雄市区发现了这一只没有绑绳子的小马。哎，这一匹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大家都很担心。把时间交给舒宏。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在高雄的大马路上呢，有民众拍下有一名白发的阿伯骑着摩托车，但他后面竟然跟了一只小马，而前方的阿伯呢，似乎机车油门越吹越大力，后面的小马根本跟不太上啊。接着机车速度又放慢了，小马终于找到了主人。有民众拍下了这段的遛马的影片呢，担心说呢，在大马路上遛马会不会是非常的危险呢？警方获报，立刻在附近寻找，果然在同盟三路和中华横路旁边的草坪找到了饲主和他养的宠物马。我们来听一下饲主怎么说。饲马啊，合法饲，一定合法的，大家嘛会使饲啊，这也不是保育类啊。这名饲主表示呢，小马他已经养很久了，以前在三民区的菜市场收费让小朋友骑乘转圈，后来就成为了宠物马来饲养。但是因为他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，而且宠物在路上奔走呢，也没有绑绳子哦，因此呢，总共可以开罚将近1000元，并且呢，警方也通报了高雄动保处来前往查查是否违反动保法。以上是来自高雄现场情况，主播。接下来这个也要看有没有违反动保法哈，这个是在屏东的后壁湖，说有潜水教练在水下拍到了大批潜水员用榔头敲打活珊瑚，事后呢再把这些活珊瑚粘在消波块上面，而事后更是让他讶异的是，这次的行动据说是海生馆跟绿色和平组织一同执行的富裕珊瑚计划。上照有红有紫，但仔细一看，上面却布满坑坑巴巴，还有一坨一坨白色物体。一堆人趴在珊瑚上面，踩死的都不止那些了。11号早上，潜水教练到垦丁后壁湖，看到这个画面超傻眼。影片录下大批潜水员敲打挖掘活珊瑚，把珊瑚礁都给压烂了。凿子啊、榔头啊，这些在敲打，把珊瑚挖起来。他们不是在富裕啊？你怎么富裕会是？富裕应该是我拿新的珊瑚来这边种植吧。你跟垦管处申请的人怎么会是这么多，而且不具海洋背景？潜水教练直击开挖珊瑚过程，算一算，总共开挖了20多颗的微孔珊瑚，还用 AB 胶把挖下来的珊瑚粘到消波块或死亡珊瑚上。教练拍下影片痛批，但没想到这竟然是海生馆和绿色和平组织一同执行的富裕珊瑚计划。气候变迁改变得太快了，还有人为的污染破坏，珊瑚的这个调适能力很慢，那现在只好靠人类来协助它们进化。人家解释这跟器官移植一样，希望可以减缓珊瑚白化现象，强调一切经过专业评估，却遭到潜水教练痛批过程粗鲁，实在很心疼。毕竟看到珊瑚坑坑巴巴被挖走又乱粘，就怕专家说的珊瑚富裕计划没有效果，那垦丁海底生态可得付出更多代价。记者张春华、马嘉瑜屏东报道。好，再来看到这到底是谁做的？在高雄鹿竹，所有民众讲自家门口呢，突然来了4个男子，然后放了长串鞭炮，甚至威胁他们，要是出门的话就会被开车碾死。被害者赶紧报警了，他们怀疑会不会是对面的这一家非法螺丝工厂，因为他们讲他们长期被噪音骚扰，所以曾经举报过，但是呢却也没用。而实际的到现场去问这个工厂业者了，他们确实有不满，说呢这对方检举他们把农地当工厂，但他们其实是已经在申请营业登记的。不过对于鞭炮恐吓是谁做的，他们一概否认。货车开到巷子口，跳下4名男子，从后货车厢先丢了一串鞭炮，接着再丢第二串，另外一名男子又放第三串，用脚踢整齐摆在路中间，声响把住户给吵醒了。这边一输啦，你干嘛？你出来啦！两公的啦，啊因为两公的，伊就对我的对面啦，对面啦，高管拢唔敢出来啦，那出来哦，大架车。被吓到的住户边讲边哭，说不光是鞭炮轰炸，对面螺丝工厂一天到晚发出噪音，吵到连睡觉都没办法，控诉对方根本就是把农地当工地，非法营业。安尼吵，大家安尼吵，安尼吵，安尼吵，伊即间佫讲起佫倒转来佫违法的，违法的啊！检举啊，哦，佮有这方面的代志安尼。有啊，你请来放炮的，应该佮你问。
我唔知影咧，我唔知咧。伊咧讲检举，啊，就讲一定就讲我甲用的嘛，后讲迄落话。业者说自己的确遭到检举，营业登记有问题，已经重新申请，被怀疑向对面住户报复，一律否认。燃放鞭炮这部分是否有涉及到相关的，就是刑事的案件？我们要等通知到车主到派出所厘清他的动机。住户怀疑是工厂辖院报复，到门口放鞭炮恐吓，但是警方还在调查，双方各说各话，只是邻居因为噪音问题无法沟通，这下撕破脸要互杠到底。记者洪富仁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好，接着要告诉大家，这是诈骗，千万不要被骗了。在新北市呢，这一位70岁的太太说，脸书上头认识了一个男网友，对方讲自己在也门战地当军医，还说我愿意来台湾陪你过一辈子，听起来都很甜蜜。但接下来这句不对了，他跟这一位70岁的太太讲说啊，他需要现金买机票，希望他能够汇17万元来资助。没想到呢，这一位小姐还真的不疑有他。跑到银行临柜就要汇款，还好那个时候行员发现有异状，赶紧通报警方。警方事后花了半个小时才打消他要汇款的念头。而另一位呢，同样也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阿姨，独居，结果呢接到了诈骗电话，对方跟他讲说你银行账户被盗了，而且呢还装成是警察，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银行行员在偷你的钱啦，请你配合我们警察一起抓内鬼，甚至呢要他汇出78万元。哎，还好的是银行行员跟员警有及时获报，也赶紧把这件事情给阻止下来。在新竹呢，则是有一名男子说追不到女生，后来呢又被朋友考碎，竟然气到借酒壮胆，拿改造手枪出门寻仇。在里面有枪，在里面啊，这是。警方晚间赶抵这处钓鱼场，只见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满身是伤倒在地上，一旁还散落着一把手枪。是你们平常跟他有交流吗？没有，他很醉啊。喂。民警试图叫醒酒醉男子，但他却一动也不动，询问在场民众，但大家也都不发一语。最后警方赶紧将男子送医抢救，所幸并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。事发现场地上留下了大片血迹，还有一块沾染血渍的骨头疑似被拿来当成武器。事情就发生在新竹9号晚上8点多，40多岁的陈姓男子想追一名女生，为爱烦恼。一年前曾向中姓男子诉苦，但对方却要他不要骚扰女方，双方爆发了口角冲突，但中姓男子随后因其他案件入监服刑。而陈姓男子最近得知中男出狱，借酒壮胆，持改造手枪前往钓鱼场寻仇，没想到枪支激发时却卡弹，随即就被对方人马打得满头包，头部有多处肿胀以及撕裂伤伤口，我们将其包扎止血以后，尽速后送上医。对现场做压制，并将这些枪弹当场查扣。警方到达现场进行酒测，酒醉男子的酒测值高达1毫克，挨揍还因为持枪被逮，寻仇不成反落网。后续警方也将持续追查枪支来源。记者何孟谦、赵佩宇新竹采访报道。